大家好，我是史蒂芬，和今天我要介绍咖啡机。如果你看过我的视频展、视频网站，你知道我喝咖啡，每天我喝咖啡可能8杯子咖啡，每天在早上和下午我结束喝咖啡。2点以后没喝咖啡，可能3点以后可以没喝咖啡。但是如果我结束了我的我结束喝咖啡在2点3点可以睡觉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我喝咖啡在4点5点然后我不能睡觉。好，所以今天我有3咖啡机。我用这种器为了做咖啡，每天常常就是做咖啡，这是我的常务，我的 routine 但是每天我用2种咖啡机，就是这个和这个，所以就是发芽壶 French press 和摩卡壶。是 mocha pot 这是怎么说？浓缩机，浓缩咖啡机。但是我不用这咖啡机太多，因为一点麻烦了，喝不太多了，好像咖啡，可能就是。这给我浓缩的咖啡浓缩咖啡但是就是可能50毫升100毫升比发芽壶和摩卡壶给我200毫升，可能150毫升，发芽壶给我。可能1000毫升，所以就是 1 liter 咖啡，差不多可能800毫升，我不知道4杯子，差不多但是我没喝所有的咖啡一次 one time 我不喝很多咖啡，我可能一个发芽壶。咖啡可能我用2个小时，因为我不能加什么的加满这杯子，所以应该放或倒咖啡在就是暖壶，是 thermos coffee pot。好，所以怎么用？发芽壶比较容易用你磨你的咖啡豆应该用粗磨。我放我的磨机咖啡磨机器气度，所以就是给你粗磨的咖啡，然后放那边the bottom，然后倒热水喝对倒热水，然后。4分钟、5分钟以后可以按这个 pump 这个东西和怎么说倒咖啡在你的杯子，所以和这个杯子和在你的暖壶生咖啡所以第一遍、第一次遍、第一个。第一个地方在你的杯子，然后第二个地方在你的暖壶，所以就是生咖啡放这儿，好所以就是发芽壶很容易很容易，摩卡壶一点麻烦了不太麻烦了，因为你应该怎么说不是安全，需要安全用安全，因为你放冷水。在那边，然后你
磨的时候，你的咖啡 founder 就是怎么说？归过滤器，所以就是咖啡过滤器，放你的咖啡豆咖啡豆那边摸一下雾度，在我的咖啡机器摸器摸机器用雾度喝，然后放那边水咖啡。按一下 screw together，然后放在加热点上。不知道多少钱，可能多少分钟可能5分钟，差不多。但是你应该用安全，因为如果你忘记结束关闭这加热点，就是 pressure valve，就是开始，然后你忘记所有的完全忘记，所以应该用安全，尽安全用莫可糊浓缩的咖啡机，我没用，我不常常用这咖啡机器。因为一点麻烦了，但是可有很多部分这个是杯子，这是量杯 （measuring cup），press，所以你1分钟，和这是过滤器和盖子，所以。咖啡豆应该用3度、2度，所以磨到2度、3度还可以。然后咖啡豆那边，这个放那边，我没用。我忘记，好，对，所以咖啡那边倒热水那边，在那儿放咖啡那边，哎呀，这是你的杯子，所以这是杯子为了热水，这是杯子为了浓缩咖啡。Spot，轻松了，轻松。然后你可以喝咖啡，但是浓缩咖啡，但是不太多，所以就是小的杯子，就是可能给你中杯子和这给你大的杯子。这是我的咖啡豆，就是星巴克咖啡这种。咖啡豆是中度，我喜欢深度咖啡豆。怎么区别？什么区别？中度咖啡一点酸。我觉得一点酸。深度是一点黑色，一点强味道。所以 strong flavor。好，所以每天我的成果是做咖啡，和我喜欢这种咖啡壶咖啡机器，因为这是很容易，和可以用这个这种咖啡机器，因为在夏天很热，外边很热，所以我不要喝太多的咖啡，就是给我可能小杯子、中杯子。喝没问题，喝过喝所有的咖啡，从摩卡咖啡壶，摩卡壶好，所以谢谢大家。我放就是这个视频的词汇跟这个视频的 notes，所以注意你可以看
下边和看我的词汇咖啡词汇。好，谢谢你和明天见，拜拜。